抢打，哦，这个球传过去了，还是恒大的机会。双方都有点乱。哦。哎呦，好球！是造成了天津队一传不稳，还是李盈莹拉开？这个球打我出去，哦，给了李盈莹一个好二啊！看这个球。看这个球的一传。是不好，哦，这个球出踢已经踢到三后卫来进攻了。玲玲，这球没过。肯定被快，也是一个反击快球。啊，这个球徐小婷给的漂亮。哎，这个球，本来他这个想垫过去啊，是一个处理球，那还是不好，直接送过去了，对方的探头机会。哦，单人拦网啊，屌！这几个球啊，都追发李盈莹，效果非常好，因为一传还是起伏比较大。哦，这个球又是一个。是你的强行背快，还有强行背飞，漂亮！这个球啊，一半功劳记朱，落到场上。哎，这个球直接接过网了。天津的一传也不是很稳啊，但是天津很多的机会，看广东能不能抓住了。到位，只能过渡过去。恒大的机会，打四号位。哎，这球救回来了，还是李盈莹。好球，打手直接，7-18。李盈莹还是接了个半到位，朱婷后球，好球。哦，漂亮！嗯，后攻，朱婷发球非常的靠啊，追边啊，李盈莹拉开，对，发球，李盈莹打冲进，漂亮。一传也到位，后卫啊，天津一来反击机会，给胡克的后攻被拦。不在场上的话，恒大就得用整体来打球了。朱婷又是一个冲进，这球应该是放出界了。朱婷的后攻了，天津把球防起来，反击。四号位，盈盈的，漂亮，发球，一传到位，陈佩妍后攻，郑欣的背飞，啊，朱婷又是一个单臂的鱼跃，好球，李盈打空当，一
分。苏克尔的后攻被拦。哦，零零小斜线。四号位力摇，朱婷把球防起来。李盈盈又是一个小斜线，广东女排。胡克尔细细的防守，这球没起来。23-19，郑一新的背快被拦，还有李瑶四号位突破，李盈盈强攻。